很嫩，但是会有葱的香味，面很 Q， 味道不一样，不能比。因为这是韩国的味道。煮韩式炸酱面的重点是。煮泡面之前，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赞助厂商 ExpressVPN。像在台湾的好事多，这么多进口食品，而且又这么便宜。像我这一包之前介绍过的冷冻花椰菜，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要缴会费才是可以买的。可是各位有在看 Netflix， 像 Netflix 一样，是不是也要缴会费才能看？可是其实有一点，我觉得非常不公平，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在台湾的 Netflix， 他没有给我们看全部的影片。美国啊，还是在新加坡，其实他们有更多的影片，我们都是没办法看到的。可是直到我现在使用到 ExpressVPN， 也是我一直在使用的，我发现它可以一键马上切换到其他国家。就比如说土耳其今年的奥斯卡影片得主《妈的多重宇宙》，可是在台湾的 Netflix 没办法看。我只要使用 ExpressVPN 一按，我可以一键连接到土耳其，就可以马上观看《妈的多重宇宙》。最好的地方是 ExpressVPN， 它可以在很多台装置上使用，比如说像手机啊、电脑啊，甚至我可以把它装在我的电视上，它都可以随时一键的切换。这次只要使用我的专属连结 expressvpn.com/dnelly， 点击购买的话，再赠送你免费的三个月额外使用哦。大家赶快去资讯栏点击连结下载看看。好，大家好，我是 D 能力。大家好，我是韩国约瑟。今天有我们韩国人来，当然要教大家一些特别的韩国泡面怎么煮最道地，因为韩国泡面真的太有名了，大家都很喜欢吃啦。我们今天来这一间是韩购网，就是一间专门卖韩国的商品，不然我们去一般的超商可以买不到一些韩国道地的东西啊。台中也只有两间专门卖韩国东西的地方，那我们就马上去挑一下最道地的泡面。好，也会顺便挑一下烧酒啦，烧酒会放在下一集最道地的喝法。好，你觉得要什么泡面？比较经典款的话，这个安城汤面。安城汤面，我觉得干的跟汤的都来一些。这个是汤面，这个感觉很好吃啊。这个吧，这个很好吃。嗯，这个也属于比较新的，那就放进来。嗯，对。还有安城汤面吗？啊，对不对？我们来一个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海鲜汤面。海鲜汤面，嗯，好，那就一包这个。卡住了，好，就这样吧。那这些你要搭配什么东西？这个基本上要有韩国泡菜，还有这个也蛮可以的，对，这个吗？嗯，黄萝卜，对对对，这很道地的哦。但是在韩国卖的或者吃的，一般都是已经切成片的，对，切好片的。我们回去自己切，你会吗？我会，我会啊。OK OK 啊，那你觉得要泡菜？泡菜两个就好了，泡菜跟黄萝卜。台湾做的，那没关系，那泡菜我们等一下再想办法。好好好，那这个要红萝卜要，这个要吗？好，那你拿一下吧。这个其他地方没有买的，都真买不到，买不到。那你觉得还要买什么吗？你说那个辣椒粉吗？辣椒粉应该很太大了，有包的。哦，有吗？有。要细的还是粗的？粗的，粗的比较香，很不错。那个多少钱，老板？250。这么便宜哦。就便宜吗？算便宜吧。算便宜吗？那就这个可以做的很便宜，就是很道地。嗯，好。约瑟，你说这个怎么样？这个这是韩国的不同的牛肉咖喱，对，这是非常经典的东西，就是用创意做一个新的吃法，盖在面上面啊，做咖喱面吃的吃法非常好，可以。那就拿这个，那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我们超商买一下葱那些的，像是2190，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欢迎国内，对，没钱的， okay. 谢谢老板，我们等一下赶快回去做了，时间不早了，嗯，对啊，我们等一下见吧。于是我们现在回来了，大家好，我们准备好开始料理。那我们刚才群里买了什么？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韩国人就是在家里吃泡面的时候喜欢配合的那些组合。而且我们刚才去那间店发现他没有卖真的韩式的泡菜。对，所以那个泡菜去全年买了一个中家户销量第一的泡菜，中家户全年的泡菜，我只知道这个味道是很寒的。嗯，那我们等一下要先煮哪种面？我们买了好多面，总共有三种，然后还有买这个牛肉咖喱，用这个可以做面的，但是先讲这个的话，安城汤面是最道地的吧？算蛮道地的。然后所有韩国泡面里面最适合配各种各样的食材煮，做出来一个全新的味道。嗯。然后再说的话，这个三树脸是不倒翁新出的炸酱面，
这个是比较新的，然后最近非常红。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吃比较经典的韩式安城汤面。韩国泡面最重点就是快煮，快煮。对，我买这个锅的原因就是这个锅很薄，导热很快。对，导热很快，煮汤的时间很短。那里面什么酱包？就这个调味包，就一包而已哦，就一包而已。好奇怪哦，这我吃过。你吃过？哎，你觉得好吃？好吃，好吃，很好吃。所以普通啊，要先放调味料，为什么呢？水加了盐巴，就会普通的温度会降高，升高。对，所以热度会更高，是不是？可以加进去。等一下，小心，太烫了。哦，如果你的锅小的话，把这个断掉嘛，泡面，不要这样断，要这样断，为什么要这样断？因为会断掉。哦，跟着它截断的。对对。那架子就好了。这个好了。这要煮多久？4分钟。4分钟。然后这个可以直接这样吃，也可以打一个蛋进去。打个蛋吧。嗯，打了。好，一颗吧。一颗。哦，单手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嗯。把火关掉。烫哦，小心哦。好，小心哦。把这个面再分了，嗯，再不吃就要烂了，对不对？对，你试试看。那我先吃哦。好，这个面比台湾的面都还要粗。是吗？对啊，台湾的面比较细。这个水会泡。好吃，好吃吗？嗯，经典一点吧。嗯，很经典味道。那就有加葱跟那个蛋，还有加一点点的辣椒。可是我觉得可以再加多一点，可以辣一点，对不对？嗯，再辣一点。还要配这个泡菜吃哦。配一下，配一下，嗯，配一下吃。嗯。但是泡菜比较甜，韩国没那么甜。没有，哦，甜是甜，但是没有这么甜，不觉得是完全是道地的啊，因为这是有比较符合台湾人的味道。对对。来换葱，你试一下。这就很经典的味道，一般。台湾的不会吃到这种汤面，我觉得台湾的汤面都太烂了。是吗？对，台湾汤面普通都会比较面比较细，它比较烂。还有这个就是比较有嚼劲。哦，好吃好吃，是吗？那个速度刚好，然后味道也很好。你讲话有韩国腔哦。因为和约瑟相处久一点了。其实我之前都吃过，在家里都会煮。安城。对，安城。有吗？有有。哦。哦，我觉得你煮的比较好吃，是吧？这口感就是从那个锅子多，对不对？和大火来的，大火之后先加那个盐巴，让它更烫，之后再加面，面要折一半。而且你的水是不是加不多？嗯，对，这样汤浓浓的很好。下一个煮什么？下一个还是要泡安城汤面，但是另一种方式，煮的后腿肉。后腿肉，你说这个比较便宜，对不对？对，吃泡面的时候不要用太贵的，这个一块一块大一点就好。哦，好硬，因为这边这个刀子不利。啊，这样，这样够吗 ？OK， 这么多就够了。再剪，煮法跟刚刚又不一样，要准备冲。对，所以水不用先加。哦，不要，不要，要用炒一下。好，开始吧。开始。哇，这个危险的。哇。一点就好。第一次看到有人泡面这样吃，我也是，你也是，所以这是真的韩国人会这样子，偶尔。冰箱里有剩下的肉的时候就会这样。加热水，把它冲开了。水滚了哈，来，先加调味粉，对，一样的，一样。够，我准备把肉。One hour later. OK， 那这样的时候加什么步骤？哦，加这个豆芽。豆芽，豆芽是黄豆，跟豆芽菜不一样。对，这比较硬，对不对？比较厚，比较硬。会有。好了。你来试试看吧。这个是有炒过的，你拿过去试吧。好。吹一吹，好，吹一吹。怎么样？
炒很，味道又不一样了吧？嗯，那个肉不会硬，不会硬吗？很嫩，但是有葱的香味。嗯，可以再配一口烤腿。这泡菜你喜欢吗？我觉得不够辣，不够辣。对啊，我觉得你们试试看。在这里最特别的，我觉得是豆芽。哦，对对，豆芽很香。它比那个豆芽菜，对，就是绿豆的，更有豆香，感觉吃起来比较健康，有多一点蔬菜，有肉跟蔬菜。我觉得这个比较清爽，然后营养均衡，好吃好吃。下一道还是安城汤面吗？不是，下一道安城汤面结束了。然后韩式炸酱面必配的就是这个檀木鸡，就是黄萝卜配炸酱面，是要把这个做成片。这个好像台湾的卤肉饭会加的东西，你知道吗？知道，你吃过吧？我吃过。那你觉得味道不一样？差不多。哦，差不多。这个比较有水分，这个是用少水，这样水够多？够。这个可以。拿下来吗？要干嘛？煎蛋。哦，煎蛋哦。嗯，鼎泰丰的大厨上线。你平常都会用煮什么拿手料理呢？平常只做炒饭，而且是鼎泰丰等级。现在煎蛋吗？快点。哦，快点吧。你煎这个蛋有什么技巧吗？技巧就是做什么事都不能急，做料理急的一定做不好。那急的成不了大事。哇，好急啊，好急啊！哇！来，两位来。太烫了。再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哦，好了好了，可以。接下来让他等一下，让他等一下。哦、这是油哦，这是油哦。对。难道我做错了？啊，这个我漏了这个。结果约瑟忘记把干料包放下去。啊，没关系，那这个先弄掉，就是我们直接煮，再煮。啊，对。那我们现在，因为刚才不小心约瑟煮错，哦，对，我煮错，我们只要用补救的方法。对，那这是本来就想要做的。对，这是现在很红的那个牛肉咖喱。把调理包淋在上面后，拿去微波炉加热即可。来，好了，对不对？这个就是韩国咖喱加面的新做法。拌一拌吧，拌，感觉很好吃，很像拉面哎。嗯，这个感觉。啊，那这可以加辣粉吗？可以加。这是韩国的辣椒粉，比较不知道怎么形容，比较道地。不是有细的吗？啊，细的跟粗的，对不对？对对。差在哪里啊？哦，口味怎么样？对，好吃，胃口。面很 Q， 面很 Q。哎，这个咖喱我觉得很像我之前有吃过这个味道。是吗？九妹的。不是。哎，你看，你觉得跟九妹的比？咖喱乌龙面其实味道不一样，不能比，不同的东西，对，完全没办法比，因为那是韩国的味道，不同的，那是台式的味道，嗯，胡椒的味道比较香，我觉得可以加辣粉，辣粉也可以，加一下，要加多少？我来吧，你改，先一点点先，好，试试看。大家看我们把全部吃完，他们很想吃，加太多了，加太多辣，你会辣？不是因为辣，把味道盖过去了。对，哦，原本的胡椒味比较好吃。就怎么样？嗯，它的面配咖喱很 Q， 特别调，因为它的面特别 Q。我们一般吃的台湾泡面都很细，对，而且很不 Q， 容易一咬就断。可是可以咬两次。第一次吃到这么 Q 的面配咖喱，很特别，是吧？嗯，很好吃。来，我们下一个煮什么？炸酱面，再挑战。刚刚煮错了。对，是我煮错了。然后我煮错的部分就是这个，这个是干料，干的肉和菜。然后这个要煮的时候先放进去。好，现在再来。好，你要不要太多？折一下。哦，要折一下。A few minutes later， 来，单手打蛋。啊，出事了！不是我的，是蛋的问题。70分，来喽，约瑟，好，太棒了吧！30分，捏熟了。煮韩式炸酱面的重点是，一开始水一定要少，下面后把水煮到干掉，不用倒水，面也不会烂。没有，这个有点就擦干嘛。要
加的是什么？油，油，加油。哦，哇，这好香哦。差不多。哦，颜色很漂亮。哇哦，哇，这个不能浪费。再加入小黄瓜和半熟蛋，就完成了。加这个蛋，这个蛋是几分？几分的蛋？100吧。哟，我西妈的！先吃一口，不管了。好。哦，맛있어요。맛있어요。존나맛있어요。존나맛있어요。감사합니다。这真正有够好吃，你知无？嗯。嗯？아니짜장하기되게못생겼다아되게못생겼다부러워我看你吃的样子可爱真的吗真的吗就这样子吗真的吗你们韩国人帮我留言一下他感觉乱讲韩国金针菇帮忙留言一下这个面吃起来怎样它那个炸酱味道不是甜的我感觉比那个全家的炸酱面那个比较咸这个清淡了一点不是很好吃刚刚好嗯在餐厅卖的差不多，只要有多一点酱就完全一样了。哎呦，要配这个吃哟，韩木鸡、韩萝卜，这个是要去韩国的店才买得到，对不对？韩木鸡哦 ，This is better than Taiwan. Better than Taiwan, yes. Yeah, better than Taiwan. 这样，换大家吃。嗯，换大家吃。嗯，我喜欢，好吃的，对，很像台湾的那个麻酱面，很浓郁的口感。맛있어요是一样，是一样，对，海鲜面嘛，海鲜面，这是不倒翁的海鲜面，就是炸酱面是韩国中华料理店最常吃的面料理，然后这个就是那经典的其中一个 classical 的，对对，好，那我们就什么都加的 ，OK OK， 好，先加葱再加油，对。跟前面步骤一样，先爆香，然后加水煮沸。好，你刚才加了什么？加了这个干料。干料。哦。菜包。是菜包。然后这个是。这什么酱？酱。这是海鲜汤面的酱。哦，黑黑的，哎，香味出来了。对。还有那种螃蟹的。螃蟹爬出来。对，螃蟹爬出来的香味比较酥。嗯。放进去。对。A few inches later.OK， 我们现在好了，我在这里再加豆芽，我加豆芽，就会更清爽，清爽知道吧？我们这几天真的太辛苦了，太累了，两天加起来睡6个小时，对，没有在休息，差不多好了 ，OK。做好了，做好了，做好了，马上来试吃啊，我们加。终于把下酒菜跟最后一道泡面做完了，哎呀，快要死掉，快要睡着了。好了，不讲废话，马上来吃了。这个叫做什么面？海鲜汤面。海鲜汤面，加豆芽又加一堆很多，很多虫。你试试看。好，我试试看。那你拍我。OK。这会辣吗？辣吧。这真好喝，看来很有。你吃一口吧。啊。它有辣，但是不会太辣。它有那个海鲜，海鲜味，海鲜的香味。而且面泡久了也不会很烂，因为它是比较粗的面。韩国人喝酒的时候很喜欢吃海鲜汤面。哦，对，或者解酒的时候也会吃。所以你说这也是其中一个下酒菜，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拿着这一些全部下酒菜，对，马上去拍韩国烧酒，要怎么喝？醉到地了，先吃一口。嗯，好吃吧？自己做的。嗯，对，跟韩国一样的，真的。想加多，想加了。好了，我们最后讲一下结语。我们今天总共教了大家几种泡面？5种。安城汤面最基本的一种，然后安城汤面加猪肉，对。第二个加猪肉，安城汤面嘛。对。第三个是咖喱，原本要做炸酱面，做咖喱。第四个是炸酱。对对，第四个就是炸酱面，第五个就是这个吗？对，所以教了5种，非常简单，而且真的是韩国人在吃的，真的，一般人也请不到一个韩国人到家里煮韩国泡面了。对对，所以大家看在我们这么努力，要订阅我们俩哦，韩国月色，韩国月色，低能领订阅一下，我们马上进去喝烧酒。烧酒，对，喝烧酒就学会累的。好像没力了，你也没力了，你已经都要闭起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与。
我们马上继续喝酒。给我烧酒，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